好，翻嚟第五節嘅《比利漫步》，點解會再播呢個《蝕到空虛》咧？係一個點唱嚟嘅。咁我哋喺我哋嘅網友啊，喺呢個大陸佛山度營商嘅，開酒家嘅，咁可唔可以同佢通電話咧？我要點一隻歌，我點咩歌啊？佢就點呢個蔡東華，唔係蔡風華，蔡東華嘅《蝕到空虛》，佢就噏唔到。蝕到空虛係話咁嘅，佢話蝕到空虛，即係成日識呢一句啦。咁我得啦，冇問題，我梗係即刻知邊只啦。咁我有幾空虛咧？嗱，佢而家出咗個餐，我今日講過都神奇啊！呢、這個二人餐入邊有咩咧？有一個冬瓜盅，咁係嗰啲大冬瓜喎，即係咁撚大個嗰啲。哇！咁食得曬啊！咁但係唔係一開四都大啦，一開四、一個冬瓜盅，咁啊跟一碟唔知乜嘢豚肉，我嚟俾你開用個冬瓜盅度落嘅。兩隻乳鴿，咁啊有個燒分唔係燒味拼盤，咁啊有啲雲吞啊魚啊牛丸啊嗰啲咁嘅啦，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啦，有乳鴿食咗先，跟住個冬瓜盅嚟到好大嘅，冬瓜盅入邊本身就蟹柳有好多嘢食噶啦，又可以揾個冬瓜盅嚟落嗰啲牛丸啊，又可以落嗰啲魚柳啊豚肉啊咁樣，屌咧，好似仲有碟牛肉添，我唔肯定，屌你老母閪，唔係八百啊，九百八，哇！都冇生意，屌！真係蝕到空虛，真係大撚鑊！屌你老味係，哇！我真係唔識笑啊！陸陸續續嚟㗎啦。嗱，近日咧有一段最怪嘅新聞啊，我今日睇，即係我未跟進嗰個越野路華女啦。最怪嘅新聞就係咧，大陸而家銀行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咩大問題咧？就係啲大陸嘅人民啊，去還房貸啊，嗱。真係讀經濟學，你真係冇得讀嘅呢啲。佢唔還，你又驚喎、佢賣樓，你又驚嗱。早嗰排咪話，屌你老尾，啲撚樣冇工做啊嘛，喂冇錢還三期五期冇得供喎、咁啲銀行就揾佢哋啦。喂，屌你老公樓冇錢啊，點供啊？喂，咁唔撚掂喎，因為點解咧？驚佢賴皮啊！一賴皮，喂銀行食唔到，因為而家樓價大跌啊嘛。佢食唔到咁多樓啊嘛，佢食嗰啲樓係啊收我哋層樓，但係層樓都資不抵債，咁點算咧？咁就要 way off 噶咯喎，咁啊大撚鑊喎。於是乎出現到我上次講過啦，甚至乎咧真係冇曬計啊！你真係一百蚊都還唔到啊？咁啊，咁你即係嗱咁樣咧，嗱你之前咧我睇下你條數，你之前七年都原來還咗100萬嘅，嗱我就當冇收過你一個百萬，而家由頭再同你還過，你咁樣拖啊，即係得幾個數字遊戲。好啦。咁呢個我哋明啦。而家啲人嚟還錢又大撚鑊喎。點解啊？因為而家發覺唔係個別人還錢，有好大量人咧愛嚟還曬啲 mortgage 喺大陸。咁出現咩問題咧？就因為咧，你大家要搞清楚咧，銀行咧其實係賺到息差嘅。你個期越長咧，即係你借錢個期，你賺嘅利息就更加多。但係如果有一個別嘅咁，當然冇所謂啦。譬如以前我哋喂中六合彩，我哋就發夢啊！啱啱買層樓300萬，借銀行200萬，中六合彩中咗500萬，即刻還曬，或者儲到錢嘅，個銀行都恭喜你，或者罰少少息咁樣。但係當你係集體性咁樣還法咧，咁就大鑊噶咯喎！銀行咧就冇，因為冇咗賺唔到個息差咧，就冇咗個利潤咯。而你哋啲友咧又唔肯使錢，因為經濟唔好嘛。就喺銀行度食息喎，佢又要俾息你喎。咁嗱，呢個又係而家中國銀行面對危機。咁你話喺經濟差嘅時候，你話中國人幾強橫？喺咁撚差過，又話屌你咩月入得咩1000蚊唔夠嚇，600蚊都唔夠。但係竟然咧係咁有實力去還錢。咁點解還錢啊？因為對未來完全悲觀，覺得自己分分鐘會失業，甚至乎會賴大嘢。唉，唔好咁煩啊！不如趁住未仲有個錢喺身嘅時候還咗錢，起碼還咗錢咧，你唔使個月去俾，其實都可能有1000-2000蚊利息噶嘛，嚇唔使消費嗰啲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呢、這個首先佢要有嚿錢先啦。咁你話儲蓄能力幾強啊？咁呢啲真係好奇妙嘅事嚟嘅。屌你乜個大陸！好啦，嗱呢一單嘢咧就好奇妙嘅，我覺得奇妙在咧個女仔係唔知嘅。在日本大阪 JR 站有20歲的女子 ，OK， 咁啊，翻屋企發覺同雲難諗曬 ，OK， 俾人好似即係搞錢展覽喎，佢自己唔知喎，於是報警求助，警方就冇辦法喎，屌你老母，你屌雲會爛嘅，
咁我唯有你既然報得警嘅，慢慢查下啲 CCTV 畫面咯，喺屋企啊、出入條路啊、火車站啊，咁啊發覺咧，原來咧喺 JR 站啊，呢、這個20歲嘅女仔咧啊搭 lift 嘅時候啊，扶手電梯，竟然後面有個馬佬咧就用教剪剪爛佢條裙喎，嗯，咁話佢好好技巧，條女又唔撚知喎，隔離周圍啲人又冇撚出聲喎，咁啊。當然警方就好容易啦，如果你喺地鐵站、JR 站就好快鎖定呢、這個犯人，叫疑犯啊，叫武本宏明啊。咁佢被拘捕時坦承犯行，佢話：因為我想睇佢老底，咪用教剪剪爛佢條裙咯。咁啊，根據條影片咧，剪咗成十下咁滯喎。警方深入調查，睇下有冇其他受害者啦。而家準備案件曝光之後咧。日本網民紛紛表示，肯定是尖峰時段，大家趕住翻工先冇發現啦，太可怕啦！咁好多呢啲嘢啦。嗱，其實我真係唔想講呢啲新聞，點解咧？第一冇乜特別，第二實撚在太撚個奇怪，我對呢啲人。但係你只能夠話變態咯。其實你剪爛條裙，點解你唔揭呢條裙咧？咁我睇咪得咯，揭起少少咁裝落去咪好得咯。同埋底褲其實冇嘢睇噶。係啊，最重要係呢樣，我底褲冇嘢睇嘅喎。啊！最多如果穿白色底褲，你咪見到前面有少少黑黑地咯，冇乜特別噶。咁用分鐘後面有屎跡，你仲撚嘔心啦？尿跡都會有啦，係咪先？屌你幾撚閪啊 ！OK， 好啦，呢、這個見啊，法國一個71歲嘅老翁，喺過去9年竟然不斷落藥去迷暈自己72歲嘅老婆 ，OK， 然後喺網上面招募。總共有70多個男人去搞佢老婆。哇 ！OK， 哇，佢都好撚好撚勁，係嘛？好啦，案件喺2011年，即係13年前發生。呢、這個現年71歲，咁啊當然係58歲啦。叫多米尼克嘅男人落藥迷暈佢老婆，然後咧多年間喺網上招募，總共有72個男人去屋企。搞佢老婆總共92次，當中佢仲冇收錢添。而多米尼克不僅參與性侵妻子，仲拍攝嗰啲撚樣迷奸佢老婆嘅過程，而且仲用侮辱嘅語言鼓勵其他男子，用侮辱嘅語言鼓勵其他男子，即係話：喂，快啲屌佢啦，好撚正啊咯喎，抹撚大個閪啊，屌你睇個閪，再唔係你睇咁樣嘅，有陣時男仔驚啊，抹撚兩個閪幾撚紅啊，快啲屌啦，冇撚用，快啲屌啦，屌你老母閪，即係仲要侮辱個男人啊嘛，屌鳩佢啦，梗係要好啦。直到2020年9月，事件被揭發，多米尼克喺一間購物中心度偷拍3個女性裙底，又係偷拍 ，OK， 被保安斷正。於是乎，差人就喺多米尼克嘅電腦入邊發現咗佢偷拍嗰啲女性嘅。裙底相，同埋有個女人幾百張相同埋影片，當中女人似乎失去知覺。好啦，咁當然無鳩佢就要講出嚟啦。警方今次喺個網站入邊發現聊天記錄，顯示多米尼克咧喺網上面不斷招募啲其他男人去佢屋企搏佢老婆。警方隨後關閉咗個網絡。多米尼克承認事前。去俾一啲強效嘅鎮靜劑去老婆食，啊佢老婆冇撚死到喎。好啦，72名男子入邊有50個男人已經確認身份啦，年齡26歲至74歲。嗱呢一點值得講，我唔好講26歲嗰啲啦，26至34歲可能有30幾、40幾都有啦。屌你老母56兜嘢，你都去屌，證明佢哋係咩咧？未試過，咦咁撚過癮，即係玩到冇嘢玩，因為 sex 喺得快過到彭平嘅事咧。枯木前番啊！冇嘅話，又或者，咦？喂，屌你老母！我老婆迷暈咗，任你玩喎、啊。即係我哋睇 AV 有啲都係嗰啲，即係唔喐噶嘛啲女。係啊。你點樣搞佢變成公仔咁樣？有啲人中意玩嗰下噶嘛，或者奸屍啊，甚至乎 OK 咁啊，可能佢揾到啲人去啦。嗱，職業包括高機駕駛員、消防員、公司老闆、行政人員，哇，乜人都有喎、啊。大多數咧執個掣就算數啦。咁啊正常啊，反正我覺得啲，但係當中竟然有人咧參與咗6次性侵，佢哋話佢哋嘅辯稱就係幫助一對夫婦實現佢哋嘅幻想。嗱，其實咧好多時啊，你多米尼克啊，佢滾鳩啲撚樣嚟屌佢老婆嘅時候咧，
都可能是要咁講嘅。係係啊，即係又合理啲，人哋咪幫幫下你手啦。啊，好啦，但係多米尼克就向警方話：嗱，呢個兩樣咧攬叫攬炒啊！佢話每個人都知道老婆係喺不知情情況下被落藥嘅。老婆律師就話：由於強效鎮靜劑藥力過猛，老婆係唔知道自己被迷奸嘅。嗱，呢個我存疑嘅。嗯，當然啦，可能藥力過猛啦，但係會咁多年嚟係咪會純咗咧？冇死人喎，你佢又冇死人，又不斷咁樣做幾廿次，佢係咪中間會純咗啊？嘛，係咪要加藥咧？有人嘅專指點，定係老婆？屌你老母閪，又唔係好知，到到知知地到根本完全知情，喂，仲撚好？屌你老母，今晚又有嘢食啦！屌你有邊個嚟啊？咁樣都唔定啊 ！OK， 好啦，五十個男人同埋阿多米尼克一同受審，老婆啊吉塞爾啊呢個化名啊，喺三個細路仔支持底下出庭。佢律師話：由於強效鎮靜劑藥力好勁嘅，吉塞爾係唔撚知道自己被迷奸。直至2020年接獲警方通知才知悉事件，他可能覺得屌你早跟我講啊，仆街知道可以 enjoy 啊嘛，係嘛？律師又話：今次審判對吉塞爾嚟講真係好一個可怕嘅折磨嚟㗎，因為第一次睇自己長達多年被性侵嘅影片證據。他本來可以選擇閉門審判嘅，但係認為如果咁樣就正正係施暴者所希望嘅，咁嗰個係你老公啊，佢唔會讓對方稱心如意，所以佢又係啊制。open 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法庭，多米尼克個律師又表示，多米尼克自稱九歲時候曾經遭強姦，而家已經準備好面對佢嘅家人同埋妻子。屌你老母閪，你家人同埋妻子真係未必會原諒你咯，老老實實。不過原來多米尼克咧喺1991年又犯過謀殺案，同埋強姦罪。1999年咧又犯下呢個強姦未遂罪。其中咧，1991年嗰單案咧就謀殺強姦罪咧，佢否認嘅。1999年嗰個控罪咧，就喺 DNA 檢測後就承認，即係強姦未遂。即係屌你！如果咁樣講，1991年嗰單嘢你都好撚大機會啦。咁呢兩隻黐撚線變撚態嘅，誒唔好講咁撚多，你賣下廣告先。好啦，嗱，琴日咧我哋打風，今日係打風後，生意都麻麻啦，明白嘅。嗱，本來琴日約咗我哋驗眼。驗血嗰啲話好多人啊，咁啊全部我都應該收曬我哋嘅通知啊，應該係 postpone 咗去再下個禮拜。咁聽日咧都係好敷啊，咁但係大家就準時啦，即係約咗我哋驗眼同埋驗血嘅朋友，咁上到嚟當然可以就記得就買我哋嘅頂級貓山王冰皮月餅啦，348蚊八個裝。好，下一張，唔係幾多嘅黑刺月餅，四個裝258，仲有。好啦，面神。嗱，面神咧，我今次都係好少貨，每我翻到兩款，每款咧得幾十包。點解咧？因為明星嗰邊咧就同阿 Lawrence 講啊，其實佢哋會轉包裝啊，咁所以喺呢一批俾埋我哋咧，賣埋之後就會轉曬全新包裝啊。咁唔好打我嚟留，我亦都唔會同你留嘅，10-20蚊嘢。咁但係咧，我今日亦都會攞兩包豚骨翻嚟食，因為我都未食過，真係好撚好食啊！屌你老味，係基本上我有時真係唔想食飯啊！唔想喺街度食飯啊，就專登翻去煮呢個面食嘅。總言之，跟足嗰個指引咧，嗱就係點樣咧？水滾落面，六分鐘。嗯。哇！屌你老母閪，真係好食到你唔撚識講。上次食呢個咩？呢個面豉超好食。你面豉好食啊？你有冇食過嗰個紅藍色嗰個啊？冇啊。我未食過嗰個豚骨，我就覺得咦，豚骨咪直情好似食街拉麵咁樣，面豉真係超好食噶。OK， 好再去嗱。益生元399蚊一包，兩包就598定580啦，我都唔記得啦。記住買八信一益生元係乜嘢咧？改善腸道啊，益生菌嘅重生態，增強你個免疫力。嗱、啊，其實咧簡單啲講就係益生元咧，其實就係益生菌嘅食物嚟㗎。OK， 所以咧嗱、啊，益生菌我哋有賣嘅，但係其實我哋嘅建議而家咧，其實食益生菌唔係咁興嘅，因為食唔到幾，你唔知吸收得幾多啊，主要係食益生元。所以咧，我哋有陣時會叫啲提議啲客人咧食益生元啦，然後咧咁啊，因為我哋喺食物入邊補充益生菌未必夠啊，咁有陣時我哋咪可以食啲添加品咯，譬如日本翻嚟嗰啲益生菌都好靚。其實做益生菌咧最靚就係日本同埋台灣喎，真係好撚神奇喎呢樣嘢。好再去，好啦，嗱，你譬如我哋啲益生菌啦，即係阿 Lawrence 呢一隻啦，呢一隻咧係我哋咁多隻益生菌入邊比較平嗰只，我唔記得168、178 ，OK 嗱。佢最主要咧，其實就係防大腸癌啊！因為有臨床咧研究發現啊，就係食有長期服用呢一隻酪酸菌嘅朋友咧，
佢患大腸癌嘅機會咧，係比冇食呢個羅宋湯嘅朋友咧低七成，爭好遠啊！咁當然啦，其實大腸癌我就建議大家咧攞政府錢又好啦，唔知超過幾多歲，好似整多十即係有津貼噶嘛，一定要幾年驗一次嘅，即係有咩事就嗱聲做咗佢先，唔好遺疾忌醫。OK， 好再去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我哋嘅卵殼膜啦，唔特別講啦，仍然係5991一樽，買夠六樽就529蚊。關節唔對路，個人唔夠氣，氣血唔夠，或者想啲皮膚靚啲咧，呢個係個黃牌產品。如果你五隻黃牌產品咧，就係醋啦、靈芝孢子啦、木堅眼藥水啦、益生元同埋呢一個Scandal 嘅卵殼膜。即係你諗下，我哋成日講嗰啲 NMN 嗰啲啲味道啊，我哋呢五大產品啊，仲有好多嘅。好，再仲有冇想？木堅眼藥水啦，嗱，繼續580蚊啊！我已經有啲衝動咧，我睇埋呢個月之後咧，我就會可能要咩噶啦？因為咧，反正我第二樣嘢又出，我真係唔好意思。其實我真係唔好意思啦。其實嗰日風水話終於見過我哋嗰、那個即係津貼我哋每一樽200蚊嘅朋友，即係老實講，我真係唔好意思，唔係講笑啊！你我而家已經賣咗，即係用佢嘅津貼，我諗佢都俾咗幾十萬出嚟㗎啦，我都冇計數啊，未得閒同佢計數，我真係唔好意思。OK， 咁但係咧，我又有第二樣嘢出嚟 check 你哋啦，準備啦 ，on the way 啦。咁嗰只嚟咗之後咧，我呢只真係而家要唔能夠長時間咁，但係佢又好想長時間做啊，因為我諗佢揾到啲嘅，雖然冇我心目中唔係好有錢，但係揾到啲，佢真係覺得好好，想多啲人去即係。享受啊！真係緊要享受呢個改變啊！你用我木槿眼藥水真係翻唔到轉頭，仲有冇想？嗱，冇休息一陣，翻嚟我哋下一節重要㗎，翻嚟休息。